刘备不玩门田吗？我以前读这个字读夷，门田，门夷啊，不好意思，我打错了一些不好的字。我在想我玩什么，连胜不了的呀，这吗？不烂掉的。焦灼，我们玩一把焦灼怒意怎么样？焦灼没有理由不玩吧，打个拳吧，装备也还行，其实打个拳吧。两神龙，怒意里面没神龙了，哎，怒意里面没神龙了怎么办？寒冰也没了，这个怒意龙就算打拳装阵龙也不一样了呀。一只万豪就玩万豪嘛，是不是不太合适啊？我这把又是连败的。玩侠怎么样？侠现在应该是个什么阵？刀侠，我们搭个刀侠出来。护卫，刀侠肯定跟护卫的，我们玩个刀侠吧。这把冒险，还是冒险训练射手，然后没刀了。冒险里面有个幻形，那就是龙女跟杰斯了，或者滋滋滋滋滋滋是什么？滋滋是滋滋是龙神。三冒险滋滋，我觉得滋滋真的应该加一个那个刀侠，没刀了。没刀用什么代替？没刀就只能用杰斯代替，刺猬的杰斯代替刀的位置，那么就跟龙女搭上了一个料。那个这样的话是六弩一，可以，我觉得刀侠吧，我们运营一把刀侠，运营一把刀侠。呲呲吗？哦，好像是呲呲。哦，呲呲啊！冒险坤侠，迅捷射手文章。怒翼龙还有转职吗，兄弟们？我先拿着再说好吧，别管他，不要管，不要管有什么转职，我先拿着再说。看看啊，碧波龙文章，法转护卫重器幻境，精灵迅捷神龙。哎呀，这个只能和个重器转了呀，这样。迅捷射手打拳，迅捷拳法，叶问，新版的这个叫什么？这个叫什么侠呢？应该取个名字，兄弟们。之前有刀叫刀侠，现在取什么叫什么？杰斯侠，好难听啊！幻形侠也不好听，幻侠听的是四幻星。没有坤啊，哪有坤啊？没有坤啊，兄弟们。没有坤，没有鸡哥。这阵容里面没有鸡哥，没有刺刺啊，那个阵容里。我们搭的阵容里面没有刺刺，兄弟们，大连败，爆了个垃圾装备给我，怎么办？搞笑的是吧？兄弟们怎么说？我想拉冷口的，不管是不是全也得拉冷口，冷口是肯定要拉的。并肩，说实话，并肩一拿。并肩一拿就不全了，没有全的角度了。呲呲的，呲呢呲呲呢，破个甲先把他秒了，然后打狮子狗，完了，出大问题了。呲呲，鸡鸡飞这里，完了，这鸡鸡不是很智能。哦，还行，那很垃圾。哎，让鸡哥进去。罪名，就罪名，就这罪名。听说你罪名，需要个羊刀，我优先选择，我先拿羊刀，羊刀之后去杀无尽。侠不知道伤害数值是怎么样，有没有变化？但我焦灼的话可以要水银，羊刀水银就行了，羊刀水银去杀，羊刀水银无尽都行，这样吧。我定了，鸡哥是真的信，鸡哥一个人扛下了所有，鸡哥不行了，鸡哥顶不住了，鸡哥往外飞，鸡哥往外飞，智能一点。哦，对，很对，鸡哥再飞一手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这个龙，
这个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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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龙。哦，好香。没有大棒，那我就他了。那没得说了，就他了。沙能剑加强了这版本，沙能剑吧，回归到沙能剑加强了，沙能剑加强了。怒意机侠，机侠。是你机侠，我启动了。猛将荣耀，加强了45，原来是35防的。啊，是加强了。机侠真厉害，他一个人能扛这么多，我感觉这东西出漏挺厉害的。他出漏可以啊。哦，兄弟们起飞了！兄弟们起飞了，请问什么叫起飞？谁能告诉我？关了吧，谢谢。焦灼的龙女是什么？第五段伤害造成真实伤害，龙女造成真实伤害了，也有。顶级运营。全力星顶级运营，那、啊、这手什么？这手靠什么运气啊？这叫狗运吗？这全是靠运营啊！这手叫运营啊！今天是不是有比赛呀、啊？哦，我说怎么刚才突然之间能少了一节呢？看比赛去。不过今天没有比赛，兄弟们别走啊！今天没有比赛，比赛可以看回放的。阿北直播是没有回放的，比赛有回放的。来个大棒吧，大 Q！ 我现在急需大棒。开出账号没有完全回放，这个是真的，没有完整回放，那只有精彩回放。有没有人救一下侠？他要被控了，往这边喷啊！别控了，谢谢。哦，尿尿龙启动了，完了，尿死！哎哎，我还活着，一波尿完我怎么还活着？敖星现在伤害很低啊，敖星削了125点伤害，一星二星，很差很多很多。我们拉八地狼，现在七人口不用力了，强度够了。然后如果你觉得你会输，比如说刚那两轮不是三连胜是又输了，那么你就要拉第二七人口在地点治疗。哎，哦，没事了，我在看什么东西，不好意思，我看到一个更屌的东西。住一个吧，我哭了，我的眼中常含泪水。哦，还有个杰拉要放，没水银，这个杰拉怎么办？完了，别别别，啊！然后被我龙女杀完了，他这种伤害打不了龙女，我龙女3000血吧，应该2300血，得给龙女找点装备，都要光明装备给龙女找。这个换个人马吗？然后再上个八的人马，八的成精。我们牌的质量都没地道。这地道个两天侠，别的都没地道。这些东西都是一星，杰斯也是一星。
杀能剑增强以后确实可以出杀能剑侠了，杀能剑增强以后这个 收益是高的。我靠，普通轮啊，5块钱啊，操，5块钱啊，再搏一下，然后再说，不管了。双阳刀飓风，这装备怎么办？好像不是很好。吸射火炮阳刀，你先用一下吧。两件装备烂掉了。但他拿一个分裂是有用的，分裂没有烂掉。嗯嗯嗯嗯，要不上鸡吧，这两个下呢，上个鸡，七冒险，七冒四怒仪，然后鸡带这些装备，怎么样？能买也不要的，正好装备有吗？巴德肯定得带的，3.2普攻回蓝，这个太有用了。为啥不下猪？下猪上什么？八冒险吗？八冒险在八怒翼吗？八怒翼全是挂件、啊。怒翼的这个焦灼给侠打就已经够了，侠和龙女两个人。我现在这把质量追不出来，我就两，我上面就三个两星，其他全部都是一星的，积了很多钱，追不出质量来。哇，这什么？这个看着很吓人，风暴男枪。能重铸吗？送个重铸器行不行啊？我太难了。同行，精灵龙，金龙同行。这两星龙女没什么伤害，说实话，跟一星也没什么区别，一点伤害没有。就那样吧，才打2500，一星刚才2000多，没区别。这个应该叫什么？帮我想个名字，兄弟们。这个冒险侠应该叫什么呢？哇，三星雷恩加尔，放这边被瞎子踢，放那边被雷恩加尔踢，无鸡侠，鸡都没有，不在这个阵容里面，为什么一定要把鸡带进去？没有鸡啊，没有鸡啊，冒险坤侠没有鸡啊，3.5年下，这个有问题，2.5年吧。无鸡之谈，一定要有鸡是吧？一定要有鸡是吧？炎龙侠，这个还行啊、哦，这个还行，兄弟，这个取名字还行，就行炎龙侠吧，我感觉挺好听的。兄弟们，阵容有了炎龙侠，我这把有点顺，说真的，七龙口排了龙女，然后没输过，没怎么输，装备有点差。谁的护甲最低啊？我25。老鼠20，兄弟们，大家注意怎么防狮子狗啊！你看他是跳护甲最低的，他有轻羽吗？你先看他有没有轻羽，他没有轻羽，然后他是跳那个护甲最低的，对吧？然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？这个护甲最低，他跳老鼠，你注意看啊，他跳了，看到没？会有尼拉跳老鼠，然后远离了我的那个侠，但是我被尼拉起了，没想到，还有一手尼拉往这。完，输一只。我上门口能上什么？上门口上鸡是吗？行，把他卖了上鸡。主要地也没什么能地。两星龙女的都还有什么能地？那家打不过我，但那家狮子狗打得过。这样好吧，他会跳老鼠，然后就会远离侠，但是他下一个就为什么跳侠？45，哎，老鼠怎么60护甲了？哦，
靠，不行，兄弟们，老鼠冒险叠上去以后护甲比侠高，比侠高了。跳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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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跳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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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完。不行，打不过他。击打这甲能当。能不能帮我抬人啊？哦吼，帅，好抬，哈哈哈，帅帅帅帅，帅帅帅帅，完美，吃，现在打不过我呢，还得靠人打工呀。不是，鸡本来就打得过那家，好吧？那家我打得过的，那个打不过是因为他狮子狗直接跳我侠，我侠不死就打得过，那是这种克制问题。我两星期的，拉满了好像，有个落，哎，我有个落的，算了，就这样吧。龙女落地，啪！鸡来了，鸡来了，啊！鸡倒了，鸡不见了。没事，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这男枪男成大器，帅斩，吃。鸡侠，这把最后还是鸡侠，确实是鸡侠，这把还是真鸡侠，鸡侠。这把最后有鸡，鸡一下。